此次地矿之行，让我仔细一想，简直是回味无穷，不虚此行呢。默默一个草率就把这个稿子做出来了。哇，你连钻石头都做好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对我莫小龙的爱慕之情又生了些许？嗯，默默强不强？默默太强了。好，喂，你是在和我说话吗？哦，不得鸟不得鸟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难不成就是公测不久之后便被雪藏的野人面具？听说戴上这个之后能听懂野人说话。嗯，野人说话？俺们哥俩的戏都不知道拍了多少部了，还用得着什么破面具呢？是不是默默？谁跟你拍戏？好了没，嫡姑啊，默默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，我们何时出征？铁定够不够呀？我铁定哪儿去了？应该哦，能做了。我一个人大概需要23个，这也不对啊，也不够啊。啊？你刚刚说几个？怎么一说到关键时刻就卡了？你是不是吞我铁块呢？不够。这刚刚还够了，这咋了就不够了？这是咱俩一人有个裤衩，这就差个帽子衣服了，你这不够吗？那全部给你们。那你失脱了，默默怎么能知道呢？哎呦，51个呢。哎呦，那默默的反正够了。嗯。哦，那我就做帽子、胸甲和鞋子，因为铁裤子你给我了一个。默默裤子都烂了，默默都没说做一个，你咋了？你还想做一个呢？真是的，什么年代了，咱们就委屈一下吧。等咱们打了神殿，要啥没啥，是不是？嗯嗯，真是你们一点心都不操，全让默默来操心了就。来来来来，拿上你的破铁剑，然后我再给你做装备。小胭脂哪儿去了？小胭脂，给地瓜做完一个，还差10来个。小胭脂还有多少铁呀？铁12个，那够了，应该够了。地瓜，你是答应的可快呢，那不够的你来凑呀。来，小叶子，默默先帮你把铁剑搞出来，然后还有装备。剑能打人啊？剑咋不能打人啊？你听不出人家意什么？人家小叶子拿着剑打算切菜呢，人家打人呢？咋不能打人？虽然短小，别人也是有25的伤害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兄弟们，万事俱备，只差神庙。来吧，伙伴们！当当当当，放上神像，关键的头像。好，来来来，这个喜庆的日子我们就要拍一张照片来激励一下自己的后辈。我们即将要见证这一奇迹盛大的时刻。朕的左右护法呢？快护上来。左护法右护法。嗯，现在我们即将剑指那个什么，剑指神殿。我们现在就用手上这个宝物来激活它。我们海神永远是最强的，最强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虚张声势了，来吧，咱们马上就要开启了啊！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走。哎，啥情况？为啥没动静？嗯？哎，这个神像头顶咋多了个宝石？不行了，对吧？哇，这直播间的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呀，是空的呀。放在地上就没有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挖了之后就失灵了吧？那怎么办？莫非我们要重新找啊？你们看，这放上来头顶这个宝石就出现了，放地上就没有。这是啥呀？这神像挖了就作废了吗？啊，不是吧？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我该怎么办呀，小伙伴们？